带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巴萨的隔壁的一个小镇，叫做吉诺拉的这个小镇。我们去看看它里面的菜市场，还有海鲜市场，还有肥肉市场，特别像小时候在国内的那种菜市场买菜的感觉，好像回到了过去。那我们去看一下 ，Let's go！ 看着闪闪发亮的鱼，我的口水都流一地。哇，好新鲜的，好新鲜的鱿鱼啊，八爪鱼啊！好热闹哦，有一种小时候在中国去菜市场买菜的感觉，好多人啊。我们现在要去找虾，好好吃的虾，他们煮好的九节虾，这都没有太好。我好像看到了虾，虾在左边这个。对，在这里，我看到的虾，看到了吗？